小人的逻辑是，我虽然占了你的车位，但是要我让出来是不可能的。你要向我汇报你的车位怎么来的，你凭什么有车位，你钱哪来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，你舅舅当官怎么当的官，你买房的钱哪来的，你离过婚，你是不是家暴别人，你的人生家庭要公之于众，你有没有开车违章过，有没有随地吐痰过，有没有乱丢垃圾过，你祖宗十八代有没有问题，你不说没关系，我揭露你的隐私，我质疑你的一切，你总会有漏洞，总会被我找到，我要利用大众的心理毁灭你，我不跟你讲道理，我要想办法道德审判你。很可怕呀兄弟，如果让小人得志，将打击全社会对正义的信念，如果让人格卑下者得手，君子之道将逐渐消亡，如果道德诽谤泛滥，将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，结果将是人人自危，社会管理成本将无限叠高，道德底线浩然无存，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这种行为反噬，希望大家就事论事，不要被人强行带偏舆论。